为什么没有镜像？我去，哦，镜像，这样子是吧？录不到你。录不到你，但是还是录得到声音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，这么晚还没睡，这么晚还没睡，这时间是有点硬件了，没办法，刚到酒店咋？今天拍了一张帅的，最好是帅的，最好是真帅，不是你加滤镜的那种帅，个人滤镜。对啊，跟大家唠一唠嘛。你看，我假粉丝儿不关心，可恶！今天发言丝滑，今天发言确实很丝滑。再补我展演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刚刚在 B 站首页上刷到了，然后看了好多遍。你如果有10个浏览量，估计有6个都是我的。今天你的位置感觉一直在盯你。其实我一直在看前面，就是正目视前方，因为实在是看不到镜头，也看不到人，那个雾特别的大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是 E 人，我是 E 人。哦，那你加油哦！打算吃海椒，你吗？真的假的？嗨，戴审和钟，嗯。哦，你今天是不是来我握手？啊，你跟我握手了，Hello，你的头像，帅哥，你也在吗？我都不知道江宇你在，谢谢，我该怎么说？谢谢小哈的荧光海，你在去机场路上，这么赶，你们临时就要走吗？就是今天晚上就要走，你困不困？偶像的职业操守，现场看着好热血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很多设计都没有用上，我感觉很遗憾。等下次我一定要再跳一遍这个版本，不然太浪费了。而且我本来想的更好，但是因为这边场地就是有限，场地道具有限，但所以就弄不好，就弄不到我想的那么好。但是这边的姐姐真的都很好，特别的认真。当然也不是说嘉兴录的不认真了，但是这边的还是非常认真。你的翻牌过期，好，大家翻牌过期的可以再发一发。你已经睡下，领导打电话叫你上班地步了。你好厉害。5点去机场，不差这一会儿了。很久没直播了嘛，跟你们聊聊。卡表的啊，对，我室友是小鹿鹿晨星。几点回上海？明天早上5点的车。你们下回，对了，你们下回，这种异地哦，这种异地不要给我送那么多东西了。我根本就带不走，而且有些吃的我根本就吃不完，就会坏掉，好浪费。下次不要带了。点个顺丰，我把我的道具寄回去了，因为我的道具我觉得以后可能还用得上。然后礼物我打算用行李箱装回去，因为我感觉。拆开的话应该能装得下，就是，就是那些壳子，就有些吃的太多了，吃的太多了，好浪费啊！以后不要点这么多，买给我整这么多吃的，我根本就吃不完。而且你们基本给我吃，就是给我送吃的，我一般都不会去吃的。我在剧场除了饭点，我不吃，就是不会吃别的东西。所以真的都吃不完。你这个蛋糕，
还在这里，还没拆嘞，我都怕坏掉，气死了。零食也不吃，我不吃，因为没有心思吃这些。你的笔记本要200块，你送我的那个吗？会送吗？我不知道，扔了吧。啊，不行，至少要吃一口，如果它真坏了再扔，如果万一没坏呢？回翻牌的时候，回着回着太饿了。凉茶碗那当然没有了，那么多奶茶，为什么放着甜甜的奶茶不喝？我要喝凉茶，苦苦的那个凉茶真的好像中药啊，跟我小时候喝的中药味一模一样。下回真的别送那么多吃的了，就是尤其在异地。你这发型我有点不习惯，什么发型？我之前不一直都是这种发型，长发好看。今天有个姐姐，谁来？我不记得谁来。她说我长发看着好不习惯啊。她说我短发好看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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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吗？刚刚是应该是卡了。今天不知道几点睡。我要去中心的舞房找我的耳机。我昨天在那练我说怎么练着练着听到兜里有一个东西甩出去了，当时忘记找了。然后今天一找啊，我的耳机。我。真的，这如果这丢了，那就是丢一对了，我一个都没了，我真的气死了。也不远了，就前面。刚刚咋不着？刚刚提了东西回来了，那么多东西怎么着？丢了一只，但是那一副里面也就那一只，懂吗？谢谢无言豆浆荧光海，好气。没有耳机真的很难活下去。单鸭没找到，很奇怪，凭空消失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虽然我很喜欢广州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了这之后天天水泥，天天水泥，很荒谬。我那个行李箱的拉链还坏了，我都不知道要不是行李箱，我那个化妆箱的拉链还坏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整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广州粉丝第一次看到舞台啊，谢谢。刷皮贴有点明显。大家将就将就。今晚好带把子的状态过夜了，那大家要注意安全哦。你别说还真是这样。谢谢你别说还真是这样。上次去线下比较，你看广州镜头比清晰，确实，而且但是广州镜头好远。上海的镜头为什么不清晰，是因为上海加滤镜，我觉得上海有滤镜，所以拍的人很白呀，我觉得广州更加还原，更加真实一些。别说了，都是泪，我一定会把仅存的那个耳机给找到的。感觉今天又睡不了觉了。谢谢叨叨蹦迪。上海真是没有吧，上海不是，上海其实不是，上海的设备很贵的，上海的那个摄影
我之前听说好像是几十万，就是拍电影的电影，就是拍电影会用到的摄像机，用来给我们拍舞台。哦，对对对，有可能就是后面会有那个屏幕的反光。我直播要发生，那必然不可能。上海加滤镜，上海有滤镜。Hello，维维，辛苦了，维维。不会，我现在就要下播了。因为我要去吃东西了，有人约我去吃上海的特色。圆了，不可能。大家早点睡哦。确实圆了，真假的我不信。魔术早点，哎，你猜。拜。圆了，不好。哎，啥时候睡？不知道我也。